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31品经文。这品经文的题目是真实功德第31。这一品经文呢，主要是世尊向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自利利他的真实功德，激励我们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为了把菩萨们自利利他的功德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世尊在这一品经文里是用比喻的方式给我们介绍的。下面我们看这一段经文。七智宏身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广，欲若须弥，自身微光，超于日月，七心洁白，犹如雪山。这一段经文里，如果详细的给它分一下，可以说了四件事情。简要的给大家介绍，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是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智慧广大，深广无边，犹如无边无际的大海。这是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智慧广大，深广，犹如无边无际的大海。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，菩萨们的觉悟心就像须弥山一样的高广。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是告诉我们，菩萨们自身所放射的微光超于日月。第四件事情告诉我们，菩萨们的清净心像雪山一样洁白。就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么四件事情。在这一品经文里，世尊给我们说了很多比喻，显示极乐世界菩萨们自利利他的无量功德。总共呢，给我们举了15种比喻，让我们具体体会到菩萨们功德的殊胜。当然，世尊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让我们效法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，这才是世尊说法的真正意趣。说菩萨们是让我们效法，这是世尊的说法的真正意趣，我们不要错会了。我们先看前两句，七智宏身，譬如巨海。这是第一个比喻。这一句呢，是以大海比喻菩萨们的智慧。大家看这个词，巨海，为什么世尊没有用大海这个词呢？那个巨海是表示菩萨们的智慧无穷无尽，所以这个巨海要远远超过这个大海。无论是自己修行还是教化众生，世尊告诉我们一定要有深广的智慧作为基础。如果我们没有深广的智慧，如果菩萨们没有深广的智慧，自己修行
也没有力，对于教化众生更没有力，弄不好可能还要误导众生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教化众生，智慧不深广，往往我们会误导众生。这就像我们平时大家所说的误人子弟，这个罪过是很重的。记得李炳南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，很多同学都熟悉，我在这里简单的再给大家说一说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就是误人子弟的故事。有这么一个医生，他的医术不高明，经过他医疗的病人基本上都被他医死了，可能是大约是活命的不太多，死了有20几个人吧。这个医生呢，把病人治死了，阎王爷呢就把他抓去了，抓去以后判他入18层地狱。当时这个医生不服气，他说我没有想把病人治死，只是因为我的医术不高明罢了，所以他觉得判他入18层地狱有点冤枉。这就是一个庸医杀人的故事。到了18层地狱，因为他心里不服气，所以他就跳的蹦脚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听到下面有人说话了：“老兄，你别蹦了，你这一跳啊，那灰尘都落到我身上了。”这个庸医一听，我在这18层地狱，难道我下面还有人吗？他就问了一句，结果下面的人就应答了：“我在19层地狱。”然后这个庸医问下面的人：“老兄，你在世的时候是干什么的？”19层地狱的人回答说：“我是教书的。”一个是庸医杀人，一个是教书的误人子弟，所以被判入19层地狱。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一想，如果我们讲经说法的人误导了众生，那可能就不只是18层地狱、19层地狱了，那个罪过是非常重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发心要弘法利生，一定要有深广的智慧来做基础，才不至于误导众生。由此可知，佛法始终都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。那智慧是怎么求得的？每一位学佛的同修，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，谁都希望自己赶快开智慧，这是每个人都有所求的。问题是你求开智慧，你能不能开得了？实话说，真的开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智慧是你自性里本自具足的，不是外来的，所以你到外面去求智慧，你是求不来智慧的，只求来是你的障碍。那有的同学说，那我自性里的智慧它也没显现出来呀，还不让我上外面去求，那我这个智慧怎么能显现的呢？它为什么显现不出来呢？原因是一个，就是障碍。你自己的障碍，把你自性里本有的智慧障碍住了，它显露不出来。那什么是障碍呢？一是妄想，二是执着。就是这两个东西，障碍了你自性里本有智慧的显现。华严经上有这样一句话，大家都是熟悉的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
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的答案。为什么我们自性里的智慧显露不出来？就是因为妄想执着障碍住了，所以不能证得。假如我们能够把妄想执着去掉，本来具足的智慧它就现前了。这一句话是世尊一语道破了秘密。世出世间的圣者们从来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把它说破了。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，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。世出世间的一切圣者没有说透，唯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个问题给我们一语道破了，那就是《华严经》里说的那一句话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就是世尊给我们说出来的秘密。妄想如果一发展，它就变成了所知障；执着一发展，它就变成了烦恼障。我们经常说二障，那这二障的根源是什么？我们刚才听懂了，二障的根源，一是妄想，二是执着。因此，佛自始至终都在教导我们破二障。佛法说了这么多年，世尊讲经讲了49年，无非就是告诉我们要破除二障。为什么要破除二障？因为你人我执破了，你的烦恼障就断了。如果你的人我执不破，你这个烦恼障是始终破不掉的。你烦恼障破了之后，你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定要破除二障。说念佛人，我们要得事一心理一心不乱，怎么能得到破除二障？功夫成变就能自在往生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三个档次，作为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同学们一定要知道，最低的档次是念佛功夫成片。你达到念佛功夫成片了，你就证得了阿罗汉果，你就出三界了。第二个档次是修道事一心不乱，到了这个层次你就成菩萨了。第三个档次是最高档次，你能够证得理一心不乱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这三个档次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同学们一定要知道。你衡量一下自己，你现在的修学到了哪一个层次，因为这个只有你自己最清楚，问别人是没有用的。达到了离心不乱，这是真实的功德，真实的利益。所以说，从净土念佛法门来说，你证得了离心不乱，你的智慧就现前了。用我们大家通俗的话说，你就开悟了，开悟了自然就自性现前了嘛，你就一切都通达明了了。有的同学说，我们求智慧，说多听多读多看，用这种方法能不能得到智慧？
老法师告诉我们，不能。多读、多看、多听，得不到智慧。因为什么？你听得多、读得多、你看得多、研究得多，你二障没有破。二障没有破，你证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凉大师所说的增长邪知邪见。我们听到这儿，可能有同学不太理解，说那我们多读多听多看，怎么还能是增长了邪知邪见呢？我们要听佛的教诲，清凉大师说的话是真的，老人家不会骗我们的。说既然你多听多读多看，你增长的是邪知邪见，那你哪来的智慧呢？你智慧不能现前。世尊在大乘经典里告诉我们，这样你得到的叫什么呢？叫世智变聪。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你多听多读多看多研究，你得来的是世智变聪，这是世间的聪明。世间的聪明不是真实的智慧。那什么是真实的智慧呢？真实的智慧是破无明，断烦恼，这是真实的智慧。有的同学说某某人很聪明，那是不是智慧？聪明不等于智慧，智慧里一定包含着聪明，但聪明未必有智慧。如果说你人很聪明，但是你烦恼执着，人我是非多多，那肯定你这个聪明没有用到正地方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聪明就不是智慧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咱们佛门称作为世智变聪。那说这个世智变聪有没有用处？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。它用对了，你可以修一点人天福报。得有个前提，说你把这个世智变聪啊，你这个小聪明，你用对了地方，你可以修一点人天福报。说如果你用的不恰当，你会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越聪明的人造作的罪业越大，害的众生越多。所以佛不鼓励我们修学这个。不鼓励我们修学什么？不鼓励我们修学这个世智变聪。佛鼓励我们修真实的智慧。真实的智慧从哪里下手？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了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真实的智慧是从戒定慧下手。得到了戒和定，你自然就开智慧了。从哪里做起？说我从戒定慧着手，那我还从哪里开头呢？从断烦恼做起。那大家又问，那怎么断烦恼呢？老法师用两个字告诉我们，守法。守法就是守规矩，守法守规矩，你就能够断烦恼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老师就是佛菩萨，我们的老法师就是佛菩萨。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遵守。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守法守规矩，这样你才能修得戒定慧，你才能开智慧，才能够明心见性。极乐世界的菩萨们，他们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有人问，像我们这样往生的，我们也能够七智红身，譬如聚海吗？
就是我们也能有菩萨们这样的智慧吗？有，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，我们也有这么大的智慧，你不要不相信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。但是这个事实真相，知道的人太少了，相信的人就更少了，总觉得那是菩萨们的智慧，我一个凡夫，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智慧吧。如果你的认识是这样的，你这个认识是错的。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一样，你的智慧就是这八个字，七智红身，譬如巨海。为什么？有同修可能还不相信，说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佛光照耀，佛力加持，不可思议。不是你自己有多大的本事，是佛光的照耀，是佛力的加持。比如我明确的在这里跟大家说，如果你修到了事一心不乱，当你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率领众菩萨们前来接引你去极乐世界，佛光一照耀你，你立即从事一心不乱上升到理一心不乱，你就上升到了一个档次。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？你能相信吗？假如说你修的是最低档次，功夫成片，当佛来接引的时候，佛力一加持，佛光一照耀，你立刻就上升到事一心不乱的那个档次，升了一个档次。这回大家听懂了吧？不管你修行到哪个档次，佛光的照耀和佛力的加持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你听到我这么一说，你是不是就应该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去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能和其他的菩萨们一样有这么样深广无边的智慧，是因为佛力的加持，佛光的照耀。当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智慧跟等觉菩萨跟法身大士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有的同修可能还多多少少有一点疑虑，能是这样吗？又问一个为什么？那我现在再回答你这一个为什么。那为什么能这样呢？不要忘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平等的世界，它不是一个差别世界。这句话，这个答案，你听了以后，你服不服气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，无论是等觉菩萨还是地狱众生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它是平等成佛的，没有差别。这个答案你应该信服了。但是有一条，除非你不能往生，如果你不能往生，你就没有这个待遇，你就不能和等觉菩萨一个待遇了。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入了这个境界，这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不可思议。七智红身，譬如巨海，这是世尊给我们打的第一个比方，第一个比喻。下面我们看下一个比喻。菩提高广，欲若须弥，这是第二个比喻。菩提高，菩提广，菩提是什么？菩提就是警觉心，菩提就是觉悟，
就是不迷。我们警觉性很高，无论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什么场所，只要我们保持着高度的警觉，我们就不会上当，不会受骗，不会走错了路。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复杂，老法师曾经说过，说现在这个社会处处都是火坑，处处都是堕地狱的陷阱。你在社会上处事待人接物要处处小心谨慎，这就是警觉，这就是菩提。老法师曾经提醒在家的居士们，告诉在家的居士们说，你有好心，没有菩提，没有警觉性，往往你好心会做错事。说什么样的错事呢？比如说老法师举个例子，说对于法师不如法的供养，让一些法师起了贪心，退了道心，这个你就是供养的不如理不如法。虽然是我们的居士们不是有心有意要去害他们，害这些法师们，但是因为我们居士们做的不如理不如法，做了错事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是好心做了错事，但是这个错事后果太严重了。所以老法师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心，要如理如法的供养法师们。因为什么？古德的教训都是真实的。古德说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因为十方的恭敬供养是种福田的，如果是出家人不认真的修行，不能少龙佛种续佛慧命，眼前好像得到了一点便宜，但是一转眼三途苦报就没完没了了。老法师特慈悲告诉我们，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，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可怕。所以我们在家居士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，提高警觉心，如理如法的供养法师们。说西方世界的菩萨们，他们的警觉心就像须弥山一样高广，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他都不会被欺骗，不会受害。原因是菩萨们的智慧高广，他们知道一切法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而业果不空，故应生心断恶修善，教化众生。就这一点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我们要向这些菩萨们学习。这是第二个比喻。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比喻。自身微光超于日月，这个日月是比喻光明，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
是说自己要修持，要有威德。光是指菩萨的放光和身光。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说过，就是佛菩萨他有身光，有放光，有两种光。我们凡夫有身光，不能放光。我们凡夫放不了光，但是从我们凡夫来讲，我们讲什么呢？讲光彩，讲风度，讲气质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和佛没法比，没有佛能放光，我们放不了。但是我们讲光彩，讲风度，讲气质。现代的人呢，通俗的说，就是讲气色。一看到某某人说，你看他的气色真好。实际这个气色是什么？就是佛门里讲的光。这个威是什么呢？威是威德。一个人有德行，真正能修养自己的道德，有风度，他的气色自然就好。如果他走出去，人家对他生起仰慕之心，对他很尊重，很敬仰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佛弟子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威德。如果我们佛弟子拖拖拉拉，没有威仪，人家会瞧不起你，这是羞辱佛菩萨。让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蒙羞，这是我们的罪业。以前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是注意的不够，今天我讲到这里，提醒大家，每一个佛弟子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德行，要注意自己的威德。因为你有没有德行，有没有威德，直接影响到一些人，人家喜不喜欢学佛，因为人家看你是个样子。所以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要给众生做好样子，不能做坏样子。比如说老法师讲经的过程当中，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举掌者见到佛的相好光明，升起了恭敬心，他就问佛，你这个相好是怎么修的？实际上佛的相好，这就是第一个示范，让大家第一次见面一看见你的相好，这本身就是给众生的一个示范。佛示现的是什么呢？自身微光超于日月，就是我们第三个比喻嘛，令众生看到了之后升起了仰慕之心，这就是自行化他。人家生仰慕才来向你学习，人家向你请教，一请教你一回答，这不就是自行化他吗？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老法师也教诲我们，佛陀弟子不可以不讲究威德，对于风度不能不注意。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想，那都是生活小节，我们往往就忽略了。现在听到这一段，我们应该引起重视了，就是我们佛弟子要讲究威德，要注意风度。你这个威德和风度啊，确实是能影响众生，他一看你的德行，一看你的风度，他就羡慕，他一羡慕他就向你学习，这不就是教化众生吗？自身微光啊，是成于中，自然行于外，这是真正的修行功夫。
用我们的话通俗点说，就是内在的气质。这个话我是这么说，大家能听得懂，就是内在的气质。我们有很多时候见到了某某人说，你看人家多有气质，他的气质真好。他这个气质呢，实际刚才那句话说，成于中，行于外。他的内部的修养你可能看不到，但是他显露在外面的这个气质人人都可以看得到。那反映到外面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气质它反映在外面是什么？就是威德。威德，你的这种威德能令初学佛的人或者没有学佛的人，他看到你的威德，他就对你升起恭敬之心，仰慕之心，想向你学习。因为什么？他看到你这么庄严自在，这样幸福快乐，他就想学佛了。他会问你说，你怎么这么好？你怎么回答他？你告诉他，我是学佛的，我是念佛念得这么好。那你想，你这个比你说多少话，给他讲多少大道理都有用。你就这么简单地告诉他吗？我是学佛的，我是念佛念得这么好。那你想，问你的这个众生，他能不学佛吗？他能不念佛吗？所以我们用再通俗点话说是什么呢？就说我们的形象，就是我们每个佛弟子的形象，就是佛教的招牌。我这么说可能大家都能听得懂，我们的形象就是佛教的招牌。我们这个招牌不能不漂亮，因为你不漂亮，你就不能接引大众，不能把佛法宣扬给一切众生。所以老法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度众生我们要注意形象，我们那个形象好，我们度众生就多；我们那个形象不好，我们度众生就少，甚至你度不了众生。有一本书啊，我最近看了，我觉得挺好。这本书如果是有些个发心将来要讲经弘法的法师们或者居士们，我建议你们看一看。这本书是小鱼记者推荐给我的，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挺受益，叫做《内典讲座研究学记》。内典讲座研究学记，对于将来要弘法立生的法师们和居士们，我觉得你们看了会有帮助的。我最近这本书我看完了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佛就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的形象对众生都是一种教化，我们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形象。那我们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用老百姓的话说，你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说有说相，吃有吃相，就是人家一看你就觉得你特别亲切，特别愿意和你接近，因为他喜欢你，你说的话他才愿意听，他才能够相信。他讨厌你，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的佛弟子们，你们要想度更多更多的众生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，要注重自己的形象。这是第三个比喻，自身微光超于日月。下面说第四个比喻，七心洁白犹如雪山。这是第四个比喻，这里的雪山是指喜马拉雅山。这座山很高，常年积雪不化，所以它这座山是纯白色的。
没有一点杂色。在这里用这个雪山比喻什么？比喻我们心地的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就是我们不被六尘所染，也不被六识所染，时时刻刻要保持自己的清净心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保持清净心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大家都知道经里讲的修行纲领，第一就是清净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就是如果你的心地不清净，你没法谈修行。因为什么？今天的社会可以这样说，处处都是染缘，染污的染，缘分的缘，处处都是染缘。你眼睛所看的，你耳朵所听的，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样样都是严重的污染。作为我们一个学佛的人，怎么样防范这些个污染，保持自己的心地清净？老法师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我给他总结就是三多。我再说一遍，就是面对目前这个污染这么严重，我们学佛人怎么样防范这个污染呢？老法师教了我们一招，这个招我给他总结的是三多。哪三多呢？就是多看佛像，第二多多听经或者是读经，听经读经都可以，多看佛像，多听经读经，第三个多念佛。这是老法师教给我们的防范污染的最佳良方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菩萨的形象温良慈祥，能帮助我们自身的身心柔软。一佛念佛，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。少说废话，少说废话。那有同学问了，什么是废话呀？除了阿弥陀佛全是废话，这个好记吧？除了阿弥陀佛全是废话。如果说人我是非的话，那就不单是废话了，那是罪话，罪过的罪。说人我是非那是罪话。想想我们自己每天说了多少废话，说了多少罪话。我们要记住老法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，多看佛像，多听经读经，多念佛，就能防范这个污染。自身微光跟七心洁白这两句话是内外都有影响。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，他的内心自然就会收敛，他不敢放肆，他做事就比较讲究，比较注意谨慎。如果他的心地清净，他的威德光明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。所谓的成于中行于外，它绝对不是装模作样，是自性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说那装一装也能装得出来，装模作样你只能装一时，你不能装永远，甚至你装一会儿你就露馅了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是内心要修行，外在也要修行，两者统一起来，自然你的威德就显露出来了。下面我们看
这一段经文。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洗诸尘垢，炽盛如火，烧烦恼心，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。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说什么？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们的忍辱之心就像大地一样，能够平等的包容一切，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。我们下面一句一句的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。先看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这八个字是佛给我们打的第五个比喻，第五个比方。前面是讲的清净，这一段经文里讲的是平等。如果你的心地不平等，你就很难做到清净，所以一定要修平等心。佛在这里比喻大地，就是把我们的忍辱比喻作大地，说这个大地呀，你把最香的那个香水你撒在这个地上，它也接受。如果是你把最臭秽的东西扔在这个地上，它也接受，它是平等的接受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排斥。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的心是顺境，善人我们可以接纳，逆境恶人我们就不喜欢接纳，这就是不平等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的人，学佛的人，应该做到什么呢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是恶人还是善人，我们都要接纳，而且不单是接纳，要平等的接纳。一定要注意平等这两个字，不要分别，分别就错了。不是别人的错，是自己的错。错在哪儿？错在自己又起分别又起执着了。头两天我和刁居士聊天，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关于冤亲债主。我跟他说呀，我说学佛这么多年呢，接触这么多佛友，很多同修老是说，你看我那冤亲债主，他们老来干扰我。我说有刁啊，对这个问题我是怎么想的呢？我说我给你两个答案。一个答案是用我自己的话说，说我自己，我说我没有冤亲债主。我就从我2000年生重病的时候起，我说那时候病得那么重，我就没有想到是冤亲债主来障碍我。我越到后面听经的时间长了，我又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善知识来助我成佛的，我对他们既没有恨也没有怨，我有的只是感恩之心。所以我说我没有冤亲债主，我这一生的目标就是在这一生当中我没有一个冤家对头。我说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答案，我没有冤亲债主。我说第二个我给你答案，我有冤亲债主。那可能有同学一听，刘老师你这不自相矛盾吗？你怎么第一个说你没有冤亲债主，现在你又说你有冤亲债主。我说我有冤亲债主，那个冤亲债主是谁？不是别人，是我自己。那怎么是你自己呢？是我自己的不善念，我自己的不善念就是我的冤亲债主，和外边环境和外面的人事物一点关系没有。我想同修们如果把我今天说的这一段话听明白了，你一定不要再想，哎呀，我的冤亲债主啊，他们怎么干扰我呀，怎么怎么地呀，你这个念头一定要转过来。
没有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是谁？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障碍。过去我曾经劝同学们说，我说你们不要老把人家扒落到冤亲债主那一堆儿，哎，你是我的冤亲债主怎么怎么地。我说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冤亲债主。因为啥？你既然把我扒落到这一堆里，那我就是你的冤亲债主，我就障碍你。我说谁障碍呢？是你自己障碍的。你干嘛要把人家都扒落到冤亲债主那一堆里去呢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同学们能不能转变过来？你没有冤亲债主。如果你有冤亲债主，你一定要想，那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。这样，我觉得你在修行的路上，你会有很大的提高的。这是第五个比喻，下面我们说第六个比喻。第六个比喻是清净如水，洗诸尘垢。前面讲的是七心洁白，七心洁白是从性体上说的，讲的是性德。这一句清净如水是讲的修功，是讲修德。前面七心洁白是讲性德，这一句清净如水是讲修德。心本来是清净的，现在被染污了，变得不清净了，怎么办？佛法就好比是净水，它能把你心地的污染洗得干干净净。那同学们说，佛法这么多，我们依哪个法门？很明确，就依这无量寿经，就依这个念佛法门，这就足够了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依一句佛号就够了。我们这一句话能不能听懂？能不能接受？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依一句佛号就够了。所以我跟同学们是这样说的，这是老法师的理念，就是如果说你明理了，你坚定不移的念佛求生净土，选修净土念佛法门，你经论可以放下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。如果你的理还没明白，没弄清楚，你对西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，对自己称佛还有疑虑，经教不能丢下，还得学习经教。学经教的目的是明理，明理之后经教放下，念一句佛号就足够了。我们看看自己，就是在这方面你修行的怎么样。有这么几句话，老法师是这样说的，说如果你年年有进步，很好，值得庆幸，就是年年有进步，很好，值得庆幸。所以月月有进步，大概往生没什么大问题。天天有进步，恭喜你，你往生有把握了。就是告诉我们大家，我们被污染，我们这个尘垢，你用佛法这个净水，你把这个尘垢洗没洗干净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三句话大家要记住，说年年有进步，很好，值得庆幸，月月有进步，大概往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天天有进步，恭喜你，你往生有把握了。这是第六个比喻。第七个比喻，炽盛如火烧烦恼心。这个是什么？是比喻智慧。清净心就是智慧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真实智慧。唯有智慧能断烦恼，能破无明。这是比喻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把烦恼
比喻作柴草，火把柴草烧尽，所以智慧就现前，烦恼无明就都断了，是用这个来作为比喻的。这是第七个比喻说完了，看第八个比喻。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。我们在这个世间，障碍重重，不自在，不自由。那障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所有的障碍都是从执着来的。如果你要是不执着，没有障碍，本来没有障碍，障碍全是我们自己找来的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须菩提尊者，说弘法利生要遵守两句教训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这八个字你做到的，就没有障碍。如果你做到了这八个字，你就进入什么境界呢？进入了华严境界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你就进入华严这个境界了。因为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哪里还会有什么障碍呢？这里的比喻不着如风，大家想一想，风通过任何物象，它不执着，所以它就没有障碍。只要稍稍起那么一点点的执着，那障碍就来了。所以说，无论是自己的修行，还是帮助别人，都不可以执着，你才真正得大自在。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法音雷震，觉未觉故，欲甘露法，润众生故，旷若虚空，大慈等故，如镜莲华，离染污故，如泥居树，复因大故，如金刚杵，破邪直故，如铁围山，众魔外道不能动故。这一段经文稍长一点，这是说菩萨说法的法音像雷鸣般的能震动，警觉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，又像甘露一样能够滋润一切众生的善根，使他们的心量如虚空一样广大，能以大慈悲心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。这些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到十方世界化导一切众生，就像莲花一样除污泥而不染，远离五欲六尘，远离烦恼执着。下面还说，这些菩萨们的大慈大悲就像那个泥居树一样，令一切众生远离热闹，得清凉自在。说他们的智慧像什么呢？就像那个金刚杵，能断除众生的烦恼、邪见、执着。说这些菩萨们的信心愿力非常坚固，就像铁围山一样，一切邪魔外道皆不能使其动摇。这一段经文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几层意思。下面看看这几个词语。泥居树，这个树呢是印度的一种树名，这种树枝叶繁茂，蔽阴宽广，就是它遮的面啊非常宽广，我们就是树荫很大吧。
下面看金刚杵，是金刚神所执的兵器，比喻智慧锐利，能够灭除众生的烦恼执着。下面一个外道，我们经常说外道，但是不是太明确这外道都是指什么的。在这里这个外道是指什么？是指违背真理以外的教导都叫外道。我再说一遍，就在这部经里，这个外道指违背真理以外的教导都叫外道。下面看第九个比喻，法音雷震，绝未绝故，就是这段经文的头两句，这是第九个比喻。法音是为众生讲经说法，这个雷震是比喻。大家都知道，雷声的响声是非常震撼的，能够引起人的警觉，震动人心，使没有觉悟的人听了以后恍然大悟，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佛菩萨不为我们说法，我们不会知道六道轮回的真相，我们也不会知道十法界的真相。如果这样，我们永远不会觉悟，永远不会起个什么念头呢？我要了生死出三界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怎么能有这个念头呢？所以不可能知道的事情，也不会用什么方法去处理，这就是不觉。现在我们能够觉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佛菩萨给了我们最大的恩惠。这个最大的恩惠是什么？就是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，使我们明了事实的真相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觉悟，得到真实的利益。这是第九个比喻。下面看第十个比喻，欲甘露法润众生故，法音甘露都是比喻佛菩萨弘法利生，这两句合在一起意思自然不同。法音是什么呢？是以音声为佛事。这个欲甘露法就不知是音声，它是说什么？六尘皆说法，口能说法，身能表法，一切万物也能表法，这样才能普遍的滋润众生。佛教学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，就像雨露一样，大树能得到滋润，小草也能得到滋润。佛的教化是平等的，是没有分别的。这里这个欲甘露法，那个第一个字是雨，在这里要念欲，第四声。下面看第十一个比喻，旷若虚空大慈等故，这是第十一个比喻。这一句是比喻什么？比喻心量大，比喻能包容。我们今天讲就是有度量，平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吗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说大人有大量。这个大人有大量我们过去经常听说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谁是大人呢？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谁是大人，佛菩萨是大人。
佛菩萨有大心量，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学佛的大心量，学佛菩萨大度能容和开口便笑。这是讲什么？这是讲拓开心量。弥勒菩萨代表心量大，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扩大心量。下面还有三个比喻没有说完，我们下一节课接着跟大家说。这一节课时间到了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